我認識公主就好多年了，幾耐啊？我想有十幾年了。是啊，咁因為呢個公主咧就好中意電影噶。是。咁我哋係咯，佢去過我屋企，咁啊，我請佢屋企食飯添，少啲仲煮飯請佢食咁咯。咁就係咯，咁我哋都，因為我下一個月咧，我公司有部戲，我做監製嘅，我會開噶啦。係。咁就我哋。取景啊！不是警匪片，是不是泰國取景啊？不是在香港，今次是純香港，因為今次我們講的是金融那些股市啊，那些這樣的題材啦。咁就下一步啦，我都因為我好中意泰國。咁啊，我覺得在泰國拍戲啊，個環境啊非常之好啦。咁就因為他們經常跟外國人合作啦，所以他們當地那個泰國那個電影的事業都很蓬勃的，還有譬如卡通啊、後期製作啊都很好咯。